嘿，各位，大家好，我是健胜。那我们终于把整个事项弄好，然后就会借由这个影片来告诉大家，这个友谊赛呢会是怎么样去举行的。那如果你们是想要参加的呢，拜托看完这个影片哦。好，那整个事项都很详细，会讲在打在这画面上面，跟借由我的声音传出。那标题就是打 COC 部落冲突友谊赛，然后它是16人的，我们只。目前只开放16人，那为什么只有16人呢？因为首先这是算是第一次去举行嘛，那我也首先我不知道参与率会怎么样。那第二点是我不知道办太多人，我自己 hold 不 hold 得住，因为能力有限啊，只有两个人啊、没有不算一个团队，应该说只有两个人的团队哦，那个不知道该怎么讲，反正能力有点小啦，所以我们先办办看16人的9本淘汰赛。那有些人会问说，为什么只有9本的呢？因为8本的可看性比较低，而且8本的阵型其实你只要会打，几乎每个阵型都会三星，所以你可能就要无限循环，一直打，打到最后你可能会永无止境。反正就是最强的8本可能会有好多个，所以我就想说，那9本好了，9本的可能就可看性会比较高，而且那个技术层面。会差蛮多的。好，那么主办单位呢，我就不多说是谁了，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就是我跟另外一位一光鸟的伙伴。那协办单位呢，目前暂时还没有，所以如果有些人想要帮我一起努力的话，拜托，拜托，来mail我一下，好不好？那我直播单位呢，有可能是我。那如果真的碰到一些问题的话，我可能会拜托其他人帮我直播。那下一张。那时间呢？目前暂定哦，暂定为7月2号、3号、9号和10号，那都是礼拜六跟日。那7月2号呢？那个礼拜六是 A 组打，所谓的 A 组就是16个人会把它分成 A 跟 B， 那前面8位是 A 组，那后面8位是 B 组。那这两天六跟日是打前8强，会是8个人上场，然后去分成一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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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打下去这样子。那礼拜日7月3号也是一样哦，也是打前8强，然后是把 B 组打完。那在下一个礼拜就是7月9号呢，是打4组去取前4强，然后在隔天也就是7月10号是打最后的前3强。那么前3强这边会有一个问题，我待会跟大家提一下，时间通通定制为晚上6点，一定要晚上6点哦，尽量是晚上6点就到，然后我会跟大家统一讲，然后先大概先练一下，演练一次。然后七点就会准时去开直播，然后就开打，七点就准时开打。那比赛的方式会是这样子，攻击机会是两次，必须要准备两个以上的友谊赛阵型，但我建议是准备三个，因为前三名，如果你是前三名的玩家，那你可能需要用到第三个阵型，或是你是平手的玩家，你会需要第三个阵型。那胜负判定呢？第一个是星星数如果是相同，则是看破坏率。那平手判定呢，就是看进攻时间长短，但是进攻时间长短其实这个很难讲，所以进攻时间长短，这个没有办法去当做判断的标准啊，因为有些人是用另外一种打法，那打法的不同，那时间都会不同，所以平手判定呢，第一个时间长短不要去理它，看第二个现场观众投票跟我们这边主办方去。裁决说哪一边打得比较好，这是一种主观的哦，是主观判定的，不是说你打得怎样就怎么样，是我们认为说你打得 O 不 OK， 所以这个会有很大的争议，所以麻烦各位在参加之前要先想到这一边，因为这个一定到最后，如果真的有人平手的话，这个一定会有争议，但是没办法，因为如果真的要一直打下去哦，那会永无止境，因为你们可能一直在双方都在三星，所以必须要有人去裁决说哪一边打得比较好。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报名条件呢是9本，必须要是9本的哦，只开放给9本。那10本的话呢，抱歉，健胜并没有10本。如果直播是我在开的话呢，就是我由我来讲解。那我就9本呢，我要去讲。我今天如果开放10本来打的话，那我去讲10本，这太奇怪了，所以没办法，也暂时是开到9本。然后你们必须要确定比赛时间是可以参加的，就是。我所规定的时间是可以参加的，但是时间是固定，一定是固定礼拜六跟日，但是有可能会延后到下一个礼拜，就是看报名的人
那个是不是马上爆满，然后看大家是不是马上把资料该给的资料给出来，然后必须要可以给出三个友谊赛阵型，刚才有讲过要三个，当然两个就可以打，但是必须要用到第三个的时候呢，你如果没有第三个阵型，那你就只能用同样同复的那个同样的阵型，那同样的阵型的话呢，你的对手就会知道你的陷阱位置，所以这样子可能会对你有一点点的失利。然后第四点就是以中强九为优先录取，因为初九那个你打起来你可能会觉得不平衡，所以你必须要以你要有一个态度，不是态度，你要有一个观念是说你遇到的对手跟你匹配到的对手一定会是满九强九，所以来报名的拜托尽量是中强九。然后报名的方式呢，我会用粉丝页，粉丝页是可以办活动的，我会办在上面，然后要参加的人就直接到这个粉丝页里面截上自己两个阵型的图，然后去把自己的资料打上去，我会放一个格式然后让大家去打，然后图尽量拜托是稍微大一点点的，不要太小。 OK， 那我 Facebook 其实你只要搜寻我上面这个 QSC666969 就可以搜寻到了。我看下一个是活动奖励，活动奖励是只有前三名才有的，那这是可能会有的活动奖励，因为目前还不太确定，可能会有安卓系统，那抱歉，如果是年间是 iOS 苹果的手机，那没办法，我就是固定用 Google 的，所以可能会有 Google 的礼物卡。那面额是多少呢？可能会1000元以上，也有可能会再更多，那也有可能更少，看状况。那第二点，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如果你们真的需要了，我可以帮你们拖一下你们的部落，这样也是 OK 的。如果你们真的需要的话，好，那好，那。参加奖是没有的。然后这个是大概是赛程表啦，给大家看一下，总共有16个人，最底层1234567890到16，然后这是16位前 A 组，所谓的7月2号到晚上7点这一边它是 A 组，然后7月3到晚上7点这边它是 B 组。那么 A 组这一天就是打完这8个人， B 组这一天就是打完也是这8个人，那打完之后他们都会晋级到第二层，在下一个礼拜取前四强。他们打完就取前四强，然后前四强呢就是在他们的隔天会全部打完。那刚才有提到前四强打完像这样子的表格呢，他只会打到第一名跟第二名而已，所以第三名跟第四名是也要再打一次，所以这边我画了一条线，这边第三名也要再打一次啊，就是第三次赛事打完之后呢，一定会有确定输的那一方，输的那一方两个必须要去争夺谁是第三名，所以输的那一方还是可以再去打的哦，就是要抢第三名。OK， 那么是7月10号去打最后一场比赛，那这边要注意一下，只要超过3分钟没有告知，就是直接弃权，因为你们会用 Facebook 的方式去报名，所以我会去，如果你们真的不见了，我会用 FB 去联络你们，如果没有回我就是直接弃权了，因为毕竟我不想再等了 ，OK， 因为办这么多人的，拜托拜托，一定要配合啊！好，活动时间呢，整个过程我抓大概是2小时。那如果两边都很配合的话呢，就非常的快。然后我会提前叫你们准备。然后如果迟到就是弃赛，所以拜托一定要提早到哈，不要再像之前那个团体战一样了。那不可控的因素其实很多，包括网络这种东西我就没办法控制。如果今天中华电信断我的网络了，我就可能就没办法直播，那有可能电脑有问题，那也可能没有直播，但是这个几率比较小然后另外一点就是万人响应一定能到场，就是可能大家有报名，然后报名之后呢又没有人参赛，就有可能这个因素然后直播就没有办法顺利的开始。那第三个就是暂时还没有想到，然后最后征求美术设计，拜托我需要美术设计图啊，没有，我这个很没有美感的人需要一个美术设计图，好，就帮我做一个个人友谊赛16强的美术设计，如果 OK 的话就拜托大家咯。那九本的友谊战就是先讲到这边，那这是 Facebook， 拜托一定如果真的要参加时间上一定要可以配合，那都是假日的礼拜六跟礼拜日晚上6点开始，那就希望大家可以踊跃参加咯，我们下次见，拜拜。